这是说真话了。这个光的速度跟这个比，那叫大无尽小无啊。啊，那连光的那个速度说都能照得清清楚楚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生灭不住啊。这叫无常啊。所以佛在经上讲啊，这种现象呢，如幻如电啊，幻是变魔术，我们搞这个这摄影机照相，这就幻了。电是闪电啊，《金刚经》教给我们，如露亦如电啊，露是露水，相虚相。太阳出来了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闪电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不住。啊，只这一刹那的不住。啊，所以诸法不可得。你要是有可得的话，那是妄想。你怎么能得到？身体得不到。啊，身体怎么呢？刹那刹那生灭啊！你要晓得，一秒钟，我们身体整个是身体的这个生灭已经是1280兆啊！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相，念念不住啊！啊，是三世之法。啊，佛讲三世有两种讲法。啊，大乘里面讲的说，这个世间，啊，有情世间，动物；气世间，植物、矿物。啊，就是自然现象。啊，知正觉世间。啊，知正觉世间。包括了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啊，包括了极乐世界，包括了华藏世界，啊，诸佛刹土也是念念不住啊，是一个道理，没有例外的啊，啊，因为它有现象嘛，啊，到没有现象就常住，那常住说叫常极光净土。一片光明，什么都没有，精神物质都没有，那常住啊，叫大光明藏啊，啊，就是说真正没有念头的时候是那个境界。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，那我们要问了，他有没有起念头？他有没有意念？你们想想，他当然有意念。他要没有意念，他不能现象。但是他有那意念，他不迷。这就厉害了。我们有这意念的时候，念念都迷了。哎，他就能保持在这一念上，他不继续迷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三昧。那这就很管用了。啊，不但保证自己不堕落在十法界，他确实在十法界，帮助众生，啊，为众生做种种实现。不落在十法界，就是他能保持什么？保持不分别不执着。于是我们就懂得了，
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跟我到底差别在哪里啊？啊，所以早年我讲经啊，讲到不变随缘呢，我讲过四种不变随缘四句，好像这是古人没说过的啊。那时候有个老听众啊，是老佛教徒，我那个时候好像40多岁，他70多岁，他是跟过印光大师的啊，所以跟我们李老师是同学啊，在台北常常听我讲经啊，听到我这四句，他跟我说：“哎，净空法师，好像这个古人没讲过啊。”我这个四句是不变随缘，这就是佛化身大师。他们在设法界啊，众生有感，他有应啊。虽然应呢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现什么身，他不变随缘啊。不变就是什么呢？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他不变啊。第二种随缘不变，你看第一句是不变随缘，第二句随缘不变啊。不变随缘是佛，华严讲化身菩萨啊。随缘不变是四圣法界啊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他们随缘，随缘练不变，练功啊，啊，那就叫真修行啊。修什么？修不变啊。啊，什么叫不变呢？说的更白一点，就是他在这个里头修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不起心不动念啊，就这四句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在人事环境里面，物质环境里面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练这个功啊，这真菩萨 啊。第三种人呢，不变不随缘，这是什么呢？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小乘，他不执着了，但他不随缘啊。不随缘就是不度化众生的 啊，他只有自利，没有利他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利他，他怕被别人拖下水了。功夫不到家嘛，这是好事情，不是坏事情啊。只有自利，不能利他。另外第四种就是随缘随变，就是凡夫嘛，随着缘随着变嘛，这个不变随缘四句啊，这就是佛菩萨小乘凡夫啊。懂得这些现象之后，就晓得我们应该怎么修法啊。我们要学菩萨随缘里头学不变要认真干呐 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，认真去学，看破放下
啊，再跟你说的具体一点，就是学不执着不分别。如果我们对一切人事物执着这个念头，一年比一年淡薄，你的功夫就有进步了。那如果我今年对这一切人事物的执着跟去年还差不多，那你没有进步，你在原地踏步。如果你是个修行人呢，今年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执着比去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那你就退步了。真正检点功夫是这个，这是他真正是标准。啊，那个具体的呢？具体就是戒律。啊，一条一条给你写出来。啊，古圣先贤的教诲。那是什么？大圣大贤的教诲。给诸位说，是信德的流露。啊，你自信啊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你现在迷了，迷了就变质了。啊，譬如，我们中国老祖宗教我们，人心本善呐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上就是依的这个话，啊，变成三个字。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这个性本善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不是善恶的善啊，善恶的善呢不善了，没有善恶，这真善啊。啊，那现在我们呢有善恶的心，善恶是什么？善恶是分别，是执着。善恶的心是分别，善恶的执着是这个，那就是造业。啊，有分别执着，你就出不了六道。啊，六道里头很苦啊。啊，说老实话的时候，真的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决定离不了因果的关系。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像儒家啊，总结给我们做人的一个原则，《弟子规》啊，《弟子规》是信德的流露，《弟子规》就是伦常道德的落实。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？这个在佛门里面是根本法。啊，学佛从哪里学起？要从这个本小册子学起。啊，道家的感应篇。啊，我们这几天从感应篇里面揭露了56句。啊，在文昌帝君音质文里面揭露了30几句。啊，吕洞宾啊，吕祖他有一个心经
不长，我全部把它收起了。道家的这些东西教人，偏重在因果教育。那么佛法呢，是善业道啊，我也做了一个记录，大概不到600字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戒律，一定要学的啊！你不从这儿下手啊，那个麻烦就大了啊！我说，不但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在六道轮回多半在恶道。为什么？这跟你讲善恶的啊！所以学佛要以这个为基础。啊，离开这个基础，那不是佛法，那不叫学佛。啊，把佛经当作一门学术去研究，那叫佛学。佛学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不能解决六道生死问题，不能断烦恼，不能开智慧。你只要有分别之处啊，你再用功再努力，你所得到的是知识，经典里面的佛学的知识，除这个之外你什么都得不到啊。知识不能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要戒定慧三学，它真解决问题啊。戒律可以给你解决六道里面呢，你不堕三恶道，那它有这个好处啊。啊，定学呢，那就更高深了。不但你不堕三恶道啊，你有定学的话，你不再欲界。那这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你有定的时候，你到色界、到无色界去了，不在欲界啊。那慧呀，那更不得了了。慧一开的时候，至少是阿罗汉啊，六道就超越了啊。这叫学佛，学佛能解决问题，佛学不能解决问题。这个总得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那学佛是要真干呐！啊，真干的时候就真放下了。啊，搞佛学是可以不要放下，但是不管用。啊，在六道里头还是受业力支配。啊，该往上升。总是欲界，到不了色界啊，欲界六层天呢 啊，这是向上啊。如果业做的太多了啊，恶业做的太多了，往下坠落啊，下面是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啊。这些东西真有吗？哪里真有吗？都是假的嘛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嘛。哎，假的不能说没有，梦是假的。你不是天天晚上做梦？啊，有人做美梦，有人做噩梦。啊，做美梦呢，就好像升天堂；做噩梦呢，就好像下三途。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这叫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教我们观一念假啊，这个一念所现的现象能生万法啊，宇宙之间生罗万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
啊，你总要记住，所有一切现象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空假中这三观呢都能见性，这就是说方便有多门呢，归元无二路啊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方法门道很多很多啊，但是方向是一个，目标是一个，明心见性啊，所以这个三观空假中，三观都能够立法，就是建立佛法啊，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了啊。那么一切都是假了，那空也是假吗？啊，空观也是假吗？中观也是假吗？对的，都是假。啊，这个才你是真的看破了。如果你在这里，哎呀，空观是真的，中观是真的，你就落到二边去了。二边是不是真假还对面？真对面有个假。大乘教里是绝对的，没有相对的啊，所以跟你说真，一切都是真。真从哪？从心上说。假从相上说。啊，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，你能够融通了，圆融贯通了。一即十三，三即十一，这就正确了。啊，说真，空假真，都是真；说假，空假中都是假；说中，空假中都是中，这就对了。下面说，空盖空啊，立真谛之法啊，这个立是建立啊。假呢，立俗谛之法；中立中谛之法啊，三法建立即为妙假了，是名假观。啊，所以他对空俗中来讲的啊，那么在哲学里面讲的是本体现象啊，佛法里面还加一个作用啊，作用是中啊，中才管用啊！啊，空假两边都不住啊，两边都不离啊，你用中道啊，用中是佛是菩萨啊，所以小乘不会用中啊，小乘做到真了，他不会用假，所以他不变不随缘啊，菩萨他用中啊，他知道性相是一不是二
啊，性是空，相是有，空有不二啊，空即是有，有就是空啊，《心经》上讲的很清楚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是有，啊，色是色相嘛，假相嘛，啊，空是体，啊，能生。能现的是空，所生所现的是色啊，这个色后头还讲受想行识，就是精神跟物质啊，都是属于假的假有啊，所以它不离真空啊，而行加油，这随缘呢？啊，菩萨随缘里面学不变，诸佛如来已经达到不变了，那随缘，不爱死啊，这离世无爱，世世无爱。啊，在随缘里面是他不会起心动念的，最高的啊。其次的呢，像我们今天学的，我们对其论是没办法的，这点做不到啊，这点是起心动念。我们学什么？学不分别不执着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啊，六根接触外面见天界境界，哎，学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真学佛，这真菩萨啊，只学不执着，还有分别。啊，实在讲呢，这初级的菩萨，我们知道在华严经读的是信位的菩萨啊，尤其是信七信以下学不执着，七信以上学不分别啊，到初住什么初住不起心不动念啊，所以不起心不动念超越十法界了啊，这个菩萨住在一真法界里头啊，啊，这个法界跟诸佛如来是一样的，应化在十法界里头是不变随缘啊，这高等功夫，不是普通的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要知道怎样学，那可不能学阿罗汉啊，阿罗汉不接触，不接触你就学不到，你要接触呢才在这个磨练，真的不执着了，真的不分别了啊，你得经过试验才行啊，啊，经过测验，这就科学的方法，没有经过测验，你说你不分别不执着，假的，靠不住，要通过测验啊。所以华严到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就是通过实验啊。你看他亲近这些善知识善友，这些善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群众啊，因为这五十三个人里头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啊，出家在家，出家少，出家只有五个，其余同在家的，啊，你在这个里面才真正看到啊，你不执着了，你用清净心，用真诚心，用平等心，
啊，用正觉心，用慈悲心去接触，啊，也在接触当中是成就你的菩提心。啊，你不接触怎么行？啊，小乘虽然修得很好，没通过测验，啊，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靠不住。啊，有人一接触，分别执着就起来了，这不行了，那就堕落了。啊，什么时候才叫测验呢？智慧开了，就可以学善财了。有定，智慧还没有开，不行，你还不够参学的资格。啊，必须从定开慧也。啊，慧是慧它照啊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啊，这叫观照嘛。啊，无论它是假观、空观、中观都行。啊，它能提这些观照功夫。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它没有照。啊，没有照这个定功一接触，很可能定就没有了，他烦恼起现行了，所以烦恼就是分别执着起来了，这个一定要懂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啊，这分别执着一起来之后就晓得，啊，那就觉得那就不错，所以。宗门大德常讲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这个分别执着起来了，这就是念起。哎呀，觉得快，这个念头只有一念，分别执着才起来。第二个念头呢，就把它控制住了。我们念佛人控制住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头一念是有分别执着，第二念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就把念头摆平了，这叫真功夫啊，这叫真念佛了，啊，这样天天念，天天念，念久了，到不念也能够扶住，啊，接触的时候自自然然，他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，那你就晓得。你得三昧了，我们用念佛法门来修，那叫念佛三昧啊，就是不要什么用心来控制它，自然的它不起来，有这个能力呀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啊。所以我们自己有没有把握往生，不要问人了，自己清楚啊！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自己能做得了主啊，不会被外面境界引诱啊！啊，可是这个里头有直观，有大关系，知道外面不管什么样的境界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你就不会被他诱惑了。啊，顺着自己意识的境界，没有贪念。啊，讲我们讲顺境啊，善缘啊，没有贪念；逆境恶缘，不顺自己意识的，不生嗔恚。诸位要晓得，贪爱嗔恚都是执着啊，练功嘛，叫真修啊！啊，从哪里修起？从五欲六尘修起，财色名食睡，
你接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贪爱，有没有嗔恚，有没有嫉妒啊？真的，这个心是很淡淡薄了，慢慢就没有了，到没有了，念佛三昧这个最初级的也得到了，这叫功夫成片。有这个功夫，生凡圣同居土，决定得生啊！啊，只要你念佛想去，决定得生啊！所以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所以做功夫是这样做的。不是说你每天佛号念多少，每天拜佛拜多少啊？如果一天拜三千拜啊，佛号一天念十万声，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，没用啊。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呢，真正功夫全在看破放下啊，观是看破，知是放下，这真实功夫啊！啊，真实功夫现前，这个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是你的真心。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古人传的性本善。那善是什么？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善呐、啊，自然流露出来啊！啊，这个心对外面境界、对一切人事物啊，它没有分别，它是平等的。不是说我对这个人好，对那个人我就也差一点，不是啊，平等的。啊，对这个好，对那个不好，你还是分别执着。那不是菩提心，那什么轮回心呢、啊、轮回心造轮回业，出不了轮回啊！啊，所以是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是菩提心啊，这个不造轮回业啊，这种心待人皆无，就是净宗里面所讲的敬意啊，你起心动念言语做的是敬意，不是然也啊，然就是轮回啊。如果学佛的人、修行人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他怎么能不堕落在盲修瞎练的？那明白这个道理，那就不是真正不是盲修瞎练的，他的功夫真得力了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中观啊，你看看空观。是观万法的本体啊，本体是空啊，这个空不是无啊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那你就搞错了。为什么它能生万法？那为什么说的空呢？因为它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，我们六根接触不到，你看不见，你也听不到啊，你也摸不到，你也想不到，你怎么去想都想不到啊。想什么？想是妄想，妄想只能想虚妄的，妄想想不到真实啊。所以现象你可以想，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妄想能对这个妄想，可不能对
对这个本性啊，所以自性啊、本性、法性、佛性，你都想不到，所以叫空啊。它有，它是真，它不是假的，它不生不灭啊，它本自清净，它本自具足，本不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这是宇宙万法的本体啊，哲学里头讲的没有这么清楚啊，啊，讲的很多，叫你看到的时候看不懂。啊，你看六祖的时候，把宇宙的本体就是这个法性，啊，20个字描绘出来。啊，所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个空，释迦牟尼佛怎么会讲22年呢？那什么都没有叫空，3岁小孩都懂啊。啊，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佛法的空义啊，太深太深了。啊，深广没有边际啊。中是讲用啊，中国古人也讲中，中庸。你看四书里头，《大学》中庸啊，中庸是哲学，《大学》是科学。啊，《论语》是孔夫子落实的报告。啊，《孟子》是孟夫子学习的心得报告。四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。现在国内在编儒藏啊，四书是儒藏的心经啊。啊，所以用中，孔夫子懂得用中，孟夫子懂得用中。啊，在佛法里头，菩萨懂得用中啊。凡是懂得用中的，就是菩萨了。中极中正啊，中的意思是不偏中啊，正的呢，正是不邪。不偏不斜叫中啊，绝二边对待之谓也。空夹是两边呢，那也叫性相是两边的，离事是两边的，因果是两边的。中是什么？中是把两边调整了，变成一体了。啊，性相不二。啊，所以民国初年，欧阳靖无大德，这佛门大德，啊，他说。佛教啊，
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学啊，不是宗教我们容易懂，怎么不是哲学呢？啊，他说了一个原则，哲学里头有能所，能所是对立的，佛法里头也讲能所，它能所不对立，能所不二啊！啊，那这个就跟哲学不一样啊！以这个说法的时候，我们能接受啊。你比如佛法讲能生所生啊，一切法心性识别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心想是能生。一切法是所生。它能所是一。一切法就是一想。心想就是一切法。一切法如果没有心想，这法就没有了，就不存在了。怎么会不存在呢？你要了解前面我们举的例子，你就懂。啊，我们看一法是个相续相，它为什么会相续呢？就是心想在相续，心想一中断的时候，相就没有了。啊，就如同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，在荧光幕上看的时候，啊，你看荧光幕上的相的时候，存在的时候，它是相续的。啊，如果它的那个放映机一关的时候马上断，它立刻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就是能所是一，它不是二，它不是对立的。啊，科学把能所分开是对立的。啊，能生不是所生，所生不是能生。啊，它不是一，佛法是一体。啊，讲能讲所，能所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所以欧阳先生讲，它不是哲学。啊，那文芳老师说，他是宗教，他也是哲学啊。每个人看法都有道理啊，我们要从细心从当中去体会啊。那现在我们搞了半个世纪了啊，实在讲很难得，天天在干，锲而不舍啊，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才真正啊，不断放下嘛，放下才能弃入，不放下不能弃入，弃入才有体会，才真正了解这里的意思啊，不但是圆满的哲学，而且是圆满的科学。你看科学对于宇宙的起源，生命的起源，到现在都没讲清楚啊。华严经上讲清楚了啊，讲的叫你心服口服啊，没话说啊。啊，那么在应用上，我们面对着六道众生迷而不觉，那要怎样呢？用中啊，不偏于真，也不偏于俗，不偏于空，也不偏于假啊，心里面有主宰，能把持住。三观三智不二啊！啊，你就会应用的很恰当啊！应用的很恰当是什么呢？
那就是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啊，方老师讲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那在应用里面，你决定不会失去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啊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是自性里面的心得，自然流露啊，不学就会了。啊，可是对于觉悟还不到家的人，要学习。学习是帮助你得定，帮助你开悟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啊，这个基本的这个科目，啊，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啊，道家我们现在也编了一点点，编出来了，啊，佛法里面的十善业，这是中国传统学说儒释道的基本的学习法。啊，要从这里扎根，啊，就像植物一样，有了根了，你慢慢会茁壮，会开花结果。如果不从根本上修啊，那就不行啊，那就变成啊，儒学、道学、佛学。真正的利益你得不到啊！真正的利益一定要学佛、学儒、学道啊！学儒要《弟子规》扎根，学道要《太上感应篇》扎根，学佛要从十善道扎根，这太重要了。那没有这三个根呢，那你搞的是儒学、道学、佛学。有这三个根呢，你是学儒、学佛、学道，差别就在此地啊。所以这三门东西啊，是儒释道的根本戒律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下面他提出具体的观法，为观一念之心，非空非假，即空即假，明之为重。啊，这个一念之心，一念是太微细了，这个念头太微细了，啊。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者就要晓得这一念是一秒钟的1280兆，啊，也就是1280兆，啊，80兆一分之一秒，那叫一念之心。这个一念之心呢，非空非假，不可得嘛。啊，即空即假，空假不二。啊，空是体呀，假是现象啊。
啊，本体跟现象是一，绝对不是二，啊，绝对不能分开的。啊，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你用这个事实真相，就没有过失了。偏在空上，你想想看，你还是没有离开分别之处。偏在假象上，还是分别之处，你都没离开啊。如果说离开了分别执着了，自然就是中道。唯有中道才能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没有一样不好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你看一生跟我们表演出来啊，你看他教学，你看他生活，你看他待人接物，那就叫中道。啊，他生活方式是托钵，每一天出去托钵，欢欢喜喜。啊，不管人家给什么都好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如果这个菜好，生欢喜心了；那个菜特别不好啊，心里面有一点难过了。你看，是不是依旧堕落在空家里面？依旧堕落在分别执着里头。啊，所以中道的落实就是放下分别执着了。啊，到最高的境界是把起心动念也放下了，那是圆满的中道。啊，如果不能把执着放下了，中道是永远做不到的。啊，你的心有偏，你的心有邪不正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